好莱坞男星里奥纳多是知名的情场浪子，更屡次传出他只跟25岁以下的女性约会。先前曾有消息指出，他和28岁名模吉吉哈蒂德正在热恋中打破25岁的原则。然而不久后，里奥纳多就被拍到与更年轻的辣妹约会，遭到外界调侃无法放下年龄的底线。没想到近日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里奥纳多与吉吉哈蒂德在伦敦的中餐厅约会，当天出席的还包括了里奥纳多的父亲、继母，宛如见家长的场面，瞬间引起热烈讨论。虽然外媒透露当天其实是一个派对，大约20几人参加，但吉吉哈蒂德能够与里奥纳多的家人一起出席派对，似乎渐渐证明了两人这次是认真的呢。Bye.